陈中运在台北市登场，市长蒋万安前一天特别抽空替北市的选手加油，结果热爱体育的他超级融入，速度站起来替赛场上的选手打气，更和学生们玩起自拍，最后观看的每场赛事都夺牌，也让他得意的喊话，看什么比赛都赢。王胜纯加油，市长帮你加油。蒋万安御驾亲征，全中运赛场要替北市选手战将亲自打气，只不过这节奏感掌握。却一度拿捏不到拍手时间点。不管这声杀到底啥意思，总之市长跟着喊就没错。体操选手我在最知道这个仪式感。来一起。配合做出超级无敌惊讶表情，还有比赞帅气微笑，蒋万安大秀表情包。只是最后看了羽球、桌球、体操赛事，北市选手人人夺牌，让蒋万安嘴角忍不住上扬到不行。所以我真的是看什么比赛就那一队就赢。那个如果有机会，我都非常愿意哦，特别是为我们台北市的选手加油。目前我们台北市的总奖牌数占据第一。目前北市总奖牌持续领先中，首都市长亲自加持，要在全中运赛场上让台北队继续夺冠。记者陈武祥、卢伯冲台报道。